像我这样勤劳加正确，像正确。老实说，检查不出来，像你忽然打个喷嚏。嗯。你两年啊两次，老实说检查不出来，有时候刚好你油路可能有脏，嗯，对不对？啊、那个弹掉掉，对，啊那个没油路啊，汽油啊，不是跟你洗车没关系啊，那个没关系啊。油路啊为什么会脏？那个不一定啊，你油如果刚好加到有里面刚好有杂质有什么啊？杂质、啊。对啊。那、啊、我就是我不是一千多的。不到，第一次换机油。对啊。然后啊，有在换一次了没？有。对啊，那个。就是提早换那个没差啊，你提早换那个没差。对啊。你看这油，它油加的如果跟这边不一样，会不会？是不会啊，这个跟洗我没有关系啊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你那个。就像偶尔洗。对，那个没办法，你一年洗我两次，你说你要放一年让我试一年嘛，也不可能啊，那个没关系、啊。我是没有每天洗、啊。对啊。啊，这样子。那没关系啊，洗太少了啦。洗太少，洗太少了，才洗不到两天。对，你那一年洗两天，那个汽油泵不很容易坏掉、哦。我已经很努力骑了，还是骑了我少了。那我没办法、啊。电池很容易坏，汽油泵不也很容易坏，你还是要多骑啊，那个没办法。啊。所以那个没关系啦。对啊，多骑一点就对了的。那个检查不出来啊。检查不出来。嗯。你去医生哦，我都忽然打一个喷嚏，他也没检查出来，那是开药给你。我是怕我就是我骑车的习惯不好。不会，那个没关系的。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，多骑一点就好了啦。哦，好。你那个骑太少了啦，一年骑不到两千公里。嗯嗯。那你的那个啥？正点没聊好啊。嗯？正点没聊啊。正点没聊。断断。什么什么电话卡啊？刚正电话卡啊！有啊，大家话脑卡出去，那我是在正电话卡啊。对啊，那多算。今天如果可以算到一千支电线卡就可以了，不要重复算一千支。三万，像我要是那个车子。像现在新车，它是没有办法那个。那个都没有了，那个都没有了。哦、嗯，那要是它都点不起，打不着了，怎么办？换电池啊。哦，那就是因为电池。对啊。所以那时候加道路就有。对啊。检查不出来，像你忽然打个喷嚏，嗯、你两年啊两次，老实说检查不出来，有时候刚好你油路可能有脏，嗯、对不对？啊、那个弹掉掉，对，啊那个没油路啊，汽油啊，不是跟你洗车没关系啊，那个没关系啊。油路啊为什么会脏？那个不一定啊，你油如果刚好加到有里面刚好有杂质有什么啊？杂质、啊。对啊。那、啊、我不是一千多的。第一次换机油，对啊，在这边换啊，然后啊，你有再换一次了没？有，对啊，就好了。那一次是提早换，因为那个没差啊，你提早换那个没差、啊。提早换，对啊。那个油，它如果加的如果跟这边不一样，会不会有差？是不会啦，跟那个跟洗我没有关系啊。没有关系。你那个，所以像偶尔洗，对，那个没办法，你一年洗我两次，你说你要放一年让我试一年吗？也不可能啊，那个没关系、啊。我是没有每天洗、啊。对啊，啊这样子有。那没关系啊，洗太少了啦。洗太少。洗太少了。才洗不到两天。对，你那一年洗两天，那个汽油泵不很容易坏掉、哦。我已经很努力洗了，还是洗了我少了。那我没办法、啊。电池很容易坏，汽油泵不也很容易坏，你还是要多洗啊，那个没办法。啊。啊，所以那。
那个没关系啦。对啦，多骑一点就对了的。那个检查不出来啊。检查不出来。嗯。你去医生，我说忽然打一个喷嚏，那没检查出来，那是开药给你。我是怕我就是我骑车的习惯不好。不会，那个没关系的。没关系。那个没关系，多骑一点就好了啦。哦，好。你那个骑太少了啦，一年骑不到2000公里。嗯嗯。正点一点好不好？嗯？正点一点好了。好像应该正常。对啊，那没关系的。小姐，我要来盖那个便章。盖便章干嘛？完整的记录啊，车子在这边骑的。看你自己啊，你要干净就是一定要洗啊，你不自己洗就请人家洗啊。机车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？没有啦，你不要拔东西，你不要强迫用那个高压水柱刻意去喷哪里，那个都没关系啊。最好不要自己洗，说不定。可以。来，看你拿这个，我帮你拿。对啊，怎么可能没骑车？你有没有骑车？有骑车啊。你骑车，你多久骑一次车？我没在骑车的啊。啊，没有，不骑可以啊。可以，有瘾就可以。我以前那一台也是很少洗。对啊，看你自己要不要骑，要不要没有人。不是那个，如果车子都不洗，它会灰尘啊，会影响。啊，对啊，那看你跟你要不要洗澡一样，他没有办法管你这个。所以我才询问那个专业的意见。对，那你要不要知道？你要自己决定，那个是不是？
没有方向的吹来，雨也跟着悲伤起来，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。风伴着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，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。Bye.